讲吧。啊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尊贵的鲁团长哦。尊贵的，那是礼品。啊，礼品啊，啊，尊敬的。尊敬的。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尊敬的。1952年属龙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。就你呀、啊？啊。52年属龙啊。嗯。看见了，你想问什么？身体部位。那从上面看下来，告诉你，好吧 ？OK。这一段不好。嗯。咽喉部分。啊，对。啊。你要记住啊，你的咽喉部分会长东西啊。哦。明白吗？明白。特别当心啊。嗯。淋巴也不好。啊，对，这边有点肿胀。还有，你的胸部。也不好，也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嗯，要去做健康检查吗？右乳房，嗯，右面下面长了一个小小的结子。哦，你自己摸摸看，摸得出来的。你回去检查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不要怕。嗯。我现在看看还不是恶性的。哦。肠胃不好。对。再看下来，啊，你的胆也不好，胆，肝，哦，肝无力，每天早上爬不起来，对，再往下看，啊，你妇科也不好，哪个部位？妇科，子宫肌瘤，哦，子宫，嗯，长肌瘤，啊，肌瘤。还有再往下看，就是关节，脚的关节啊哈、缺钙，缺钙啊，要当心，有被车撞，撞过啊，有疼痛对不啦？对啊，你有一件事情，年轻的时候啊，嗯，你有年轻的时候有一件很大的事情，让你非常伤心。听得懂吗？啊！你现在我想不起。在你的80田中已经种下了因了、啊，所以这个果你一定要当心。OK。我不知道是因为你跟或者跟爸爸妈妈当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。嗯哼。是跟你们的一个长辈。还有一个长辈。我不知道，就是你自己想想看。嗯哼。也跟一个长辈发生很大冲突，最后。Okay. 你非常的生气、这个东西已经进入你的80田中了。哦，在想象中进了80田中了，已经在里边了、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、应该是你很喜欢某一个男的，可能家里阻碍你不让你成功。 我不清楚，要去想一想。好啦、你老公在这里是不是啦？没有，没来啊？他没来啊，没来。嗯，没来我也不讲了啊。我的事业呢？小生意做不大啊！要打工。你的事业小生意做不大啊，做不到。那婚姻呢？我先生是属老鼠，1948。你呢？我属龙，1952。龙和老鼠是不啦？嗯。哦，你比他厉害一点。嗯。你还能管住他一点？一点点。啊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好吧。嗯。你主要管住他一点点嘛，就是钱呀。是啦。其他都随他去，只要钱把他管住就好了。当然喽，我们一个70，一个65，不管钱不能喽，不能活啊。现在听得懂了吗？啊，这些孩子现在记住了吗？人都有命的，所以有时候自己不当心就玩命了。所以叫你们年轻的时候不要去玩牌算命。你们知道玩牌算命就叫玩命。所以命不能老算的，算到后来好的都越算越不准。对啦，哎呦，你姓什么？姓郭。郭台长。哎 ，sorry， 不敢，不敢当。好吧、还有台长，我家的佛台啊，菩萨有回来吗？来过，好像你家里供了不少菩萨吗？现在没有这么多了。过去有很多啊，对，嗯，
蛮好，靠窗户的。啊。蛮亮的。OK。家里还蛮好的。嗯。弄得蛮干净的。啊，还有一件事，鲁台长，我想问一下你哦，我想问我的三姐去世了，叫什么名字啦？她是郭秀叶，但是她死那一年，因为我来没有准备。她说什么？我听不到。因为我来这边之前没有想到会被抽中，我不知道她第几年什么年份去世，但我知道她的生的。叫什么名字啦？可以吗？叫名字呢？郭秀叶。郭什么？秀。秀丽的 秀，月亮的月，郭秀月啊，1948年的老鼠生的。郭秀月。嗯，我姐姐三姐。哦，她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啊。哎呀。厉害啊。哦，她很厉害哦。哦，去了哪？哦。哎呦，他在无色界天哦。无色界天啊 ，OK， 谢谢啊，台长，谢谢。你是不是帮他做过什么？有。做过这个法师的是吧？有。啊，他人也挺好的。啊，我们姐妹。哎呦，他变成一个男的法师喽，在无色界天哦。谢谢。哎呦，我恭黑雷啊，恭黑雷啊。大姐。好了。大家都好 ，OK， 没事了，谢谢。啊，谢谢台长。嗯。